变色龙，在那个叶子尾巴，这个横的这一个，那一个压在叶子上，在这里啊。啊，那你看这里，这里就是了。你看它越靠近叶子的地方，就变它的变那个树叶的颜色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你好厉害哦，我怎么看得到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在哪里耶。就是那个叶子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因为它保护颜色很好，它刚才是红红色的。你们刚刚怎么找得到啊？它在动啊。它自己跑出来的。手机没办法拍那个。那它靠近叶子的地方就变成绿色了，本来是红的。哎，这里一只跑掉了，就跑那只去了。啊。啊，嗯。绿色的头，啊，有看到了，哦，他真的是很厉害，少爷，哦，少爷，哎，变色了，又变色了，一直在变色，啊，一直在变色，没关系，这一直都不会。